穿着 hoodies， 因为那是我的 style。 Welcome back to my vlog。 听讲屁屁来新山，当然我们要做地主，带他们四处走走，带他们到处逛街，对不对？在哪里耶？我们在什么？哇，你们来洁癖这么好，来偷情是吗？今天你们要去哪里玩？我做地主。跟你爸吗？你决定，你决定。去 KTV， 因为这里的 KTV 又大又便宜，然后我还有一点点小小矜持要给你。有陪酒的吗？哦，你要那种啊？有。安排给你。我去，等下你会不会看这个video？那个新的歌中啊，中哎、欸，这样出，可是这样子中不是没有钱哦。对，钱不重要啦。哇，这个作品就是做 for fun， for fun and for fans， for fun and for fans。我真的觉得他们是最假的 YouTuber。哇，我的很大力人物其实大部分都中了。真的没？这样你是做吗？这样我要学你们讲那句哦，不是为了钱啊。我们进来摇头了，哇，来了来了，是不是很大？这里我包场了吗？你要怎样玩就怎样玩哦。你很不人性哦！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做什么东西？你哈？你现在要全面戒备哦。不要，放心，没有事的。找 camera， 没有 camera 啦。OK， 来干杯！做不了 Max 了，哎呀，就 Max 了啦！啊！啊！不然，推广啊啊！所以，我现在还没有去搞。对对对，别啊，你坐外面，我上厕所去了。OK 啊，说不太大姐，真的有陪酒吗？你要是吗？没有。嗨嗨嗨，不好意思，有人找你。还有人找我、啊？哦呦。那个，我帮你拍了。直接出一个 Big Box， Big Box 版的 Cookie。 Hello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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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紧张，哎呀，你听过他们的歌吗？翻手，我觉得都很普通啊。我的最实在。Hello， 对，忘记给你们讲，粉丝要来拍照。也是来拍照的，也是真的粉丝，真的粉丝啊，不是来找我的粉丝呗。Hello， 你没有粉丝。哎，我也是六十几 K。Hello， 他们很喜欢你们的，他们真的有听你们的歌。麦拿来，不要紧张。对，人家要听。哦，加油。好像没有我的事哦。嗯，没有啊，因为人家不是要给你们拍照啊。你要我叫你雇佣兵，我走喽，我走。可以啊，来拍照是啊，来一杯，一二三，二姐，谢谢。你们从哪里来？台湾来哦。对。真的，我没骗你。可以唱歌给我们听吗？唱歌。可以。没关系，我们点一首。OK， 我帮你点一首。我也是觉得我很尴尬，我要坐在哪里？我坐这里了哦。最喜欢他，为什么呢？帅。很帅哦。单身。我也单身嘞。啊，刚好啊你。单身好啊。不是不是。这只影片一上，我就单身了。对啊。
我觉得你们这样子拍照好像有一点没有办法纪念，拍一个情侣照好了。太好了。啊，对。还要这样子吗？对。OK。可以情侣的吗？啊，可以啊，我觉得 OK 啊，没有问题啊。OK。可以。不可以。可以。可以。不可以，不可以。OK， 等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哎，唱歌嘞。耶。今天晚上你们要做什么？快啊！快！我来！怎么你回答那边？这样谁带他来？谁带我女儿来？谁？到我旁边。谁？你这边干嘛？坐在你旁边是吗？跟他呀，哎呦。都是谁嘛？小朋友，哪里的？我。走。跟他呀，来不了。现在我问你哪里的？你别跟我讲呀。到我旁边出来干嘛？没有忘记进来了。不要跟我讲话，还是你妈讲话？谁带你出来？哇，没有啊！他们家来人是吧？还是你进来？他说可以多一点东西。我喝东西，喝果汁啊，喝东西。我叫你喝果汁。OK， 这样说，给你半个小时，叫人。你很有本事带我的女人出来吗？现在。你。现在你跟我的女人坐在一起。我就喝完了，玩就是喝完了。不要看人，现在我看你。还是你要跟我们这边的人打过？你要跟谁打？现在。你学历吗？要不要睡打？不要看人，看我。看我是。现在你能问他，问他。他讲你在哪来？现在。他带你来，是你进来。是他带你来吗？小朋友。看我是。看怎样？那你一，你叫人来，电话我给你，要不然的话没有钱。最后的时候玩的都就是这种啊，喝完了，我看你几 K。来，叫人。好。真的不关我事啊，真的没有叫他们来、啊。你要喝水，还是要喝茶？笑，喝完了。不要红包，不要再冲凉哦。在哪里啊？这次他们来到我们的这个地方呢，我要让他们回去的时候永远不能忘记。我准备一些好东西，要做高他们。他们很喜欢拍那种尴尬哎呀笑人家，在那 KTV 里面，我要让他们也是很尴尬很尴尬。等一下就要拜托你们，要让他们非常尴尬。等一下会有三个很壮的黑社会老大就会进来，他们就是你们的男朋友，然后呢要说是 3P 把你们骗进来的，陷害他们就对了，可以吗？可以。等一下把骗来那个天王巨星里面的 KTV， 然后叫几个美女跳个一舞。现在我们要进去里面，这些 cam 全部 set 好。第一个就放这里。3P 第二架，我们就放在这里。这也太明显了吧？不懂，看不看得到？这样子来看情况，我们应该是 set 好了的，什么东西都已经准备进去了。哦，专业，我们有三架机哦，任何一个表情我都捕捉到一清二楚。被你谁干了？去屁！你们谁定的？今天我们的三个大 Kim 的人，脸臭脸黑的人，脸臭脸黑，这个很凶。刚才他一来，我差点以为他真的要打我。等一下咧，会有两个女人，你一进来哦，就讲说么我女人会在这边，然后就讲女人过来回来，自由推的，给他睡在地上，跪在地上，任你们处置。不过情色衣服那个弄他多一点，那个比较辣该。哇、wow, ，It's a prank！ 哈哈哈哈哈 ，OK 了，他笑到要手机了，跟我静静的，起来，哇，你们很凶哎、欸！哎，镜头拍东西，哎，叫我们来的，我跟你讲，打架了，快装死！
来到这里给我做操啊！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，这个不是台湾菜。可是我现在有点冷。这两个哈，这场面很厉害耶。真的吓到了，其实我最凶是这个嘞，是啦，我完全没有讲到话，哪里会凶？连你很惨嘞，连你一直给人家走开啊！一定是你叫啊，特地我割锁了。你知道我阿雅讲的，不要来了，再跟你讲，我不是有他讲，那个请色衣服，就是人不好来哈你。请色衣服那个，弄他多一点。冲凉了，可是没有冲到。我刚才讲的，打不好了，打不了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影片就是这样子啊。今天这些外地的朋友来到这里，就被我们的本地的朋友欺负一下，然后又享受了，然后又被陷害了。有什么好享受的？都没有享受到。OK 啦 ，OK 啦，是我的朋友耶。你就想谁先弄我啊 ？See you in the next vlog， 拜拜。告诉我，刚才那三位里面有没有你们喜欢的类型？看起来最凶的那一个，他的脸很像一个明星，香港明星。对对对对，我一时想不起，想到的话我蹦出来。要想一下是哪一个？那你呢？那三个里，我好害怕、啊。你好，为什么太大只吗？太凶了、啊。那如果他们不凶的话呢？不行。哦，你不喜欢大大只的。嗯。那刚才那三只小朋友呢？穿橘色衣服能可以。橘色衣服是。喜欢他发型，是吗？整个人吗？如果那三个小朋友，你喜欢哪一个 ？Danny。所以呢，想要看到更多他们的影片吗？下一次去 3P 那边好，你们就可以看到更多关于他们，你们去看就对了。OK， 好，谢谢你们两位。Let's go, let's go。我站在炎热国家，穿着 hoodies， 因为那是我的 style。我不会因为天气转变改变我的形象，我的骄傲。